或许你爱过人，却不见得看见爱情的真正模样。谁没有一头栽，故作坚强的时候？爱情里的我们跟孩子一样，能够听到恋人坚定不移地说我爱你，就会安心。不安的你开始思索，为什么你跟他还没有进一步更坚定的关系。一箭穿心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是当你终于明白，没有未收到的讯息，只有他不想回的你。在感情里，放弃骄傲与原则，永远换不来得到，只有兵败如山倒的失去。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无奈，但我也知道流脓的窗口不弯掉，最后整副身躯都会发烂发臭。你已经很努力了，不要再与他的爱情里反复痛苦了。你毫无底线的爱他，只会让他没有节制的消耗你。不要委屈自己，不要为难余生，你必须主动为爱松绑，你的手才不会勒得疼。好在我们还有时间去把自己从头爱一遍。感情不是给别人看的奢侈品，练习停损、醒悟、释怀，然后终于懂得了成全自己。有一种爱情叫舒服的生活，那该是你的生活。你值得安全与安静的美好生活。你要理直气壮地吸引真正爱你的人，而非锁定一个心离你远去的他。愿奔赴对的人，那时候的你是此生最美的你。